以水代酒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。这一次呢，拍什么 vlog？ 就是出去吃饭。为什么要出去吃饭呢？因为前两天我刚录完综艺，然后呢，在我后脚也来了。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去吃饭。现在呢，我可能必须要去把我最后这一颗智齿拔掉了，因为如果不拔的话，就矫正不了。如果不矫正，就没有好看的牙齿了，也没有健康的牙齿了。所以呢，在去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之前，我要先去吃一顿好的，然后我就要去拔牙了。希望这一次拔牙不会肿成像上次那样子。哎，我现在在酒店门口等他，因为他今天的彩排，我跟他约的本来是七点半，现在已经八点了。来，迟到大王。我没迟到。你还没迟到。What's up? This is Hangzhou. This is Hangzhou. 我们现在要去吃烤肉，烧肉，烧肉，一点点轻食。你就吃轻食，你不吃肉了。我吃肉啊，肉可以吃。我已经挺饿，挺饿了。到了，老铁们，吃。这个是蛤蜊辣白菜。这个是你点的什么来着？肉。这个呢？肉。肉。这个肉啊？带草的肉。哎，我也想要来一个。嗯，那我再去买一条。谢谢谢谢。经常每次你来上海，我们都是吃那一家烤肉，烤肉贼好吃。我发现这里太没有胃口，就感觉我一样的，一样好。可能你消耗太大了，平时健身吗？平时也没健身吗？我这个太受挫了，受挫了。你干嘛了？我们当时去阿克苏路那个途中，练的长了8斤，全掉光了。然后我又练了那么久，就不想再练了。对啊，那会儿在无锡的时候跟你们练多有劲，每天贼努力。无锡的时候每天跑步，那个时候巨瘦。谢谢，客气。哎，以水代酒，以水代酒。现切牛肉，我以为这一整块都是牛肉丝，把我吓坏了。一整块，这一整块给我吃10年都吃不完。看一下这些刀工。是不是200克？哦，那个肥肉吃不了。对，肥肉太肥了。牛有种水果啊，牛油果。对啊，牛油果啊，就是专门就是拿牛的那个。无不无聊。我刚录漏了，就是刚刚我们两个。古月录漏了，就是我们点了个200克的西冷牛排，刚刚上来就是一整块切，然后我们赌谁拍的离切出来的更准。我更准，他280。我192。然后最后切出来是260。对，输的人请客。我觉得师傅输了，师傅切的有点偏差，有点小，太离谱了。今天要给他大吃特吃，不然明天我就不吃不了了。这个是黑眼，对，就可以稍微蘸一点点，蘸多会咸。真不错。第二点 ，Hello， 朋友们，准备去医院开始拔牙。到医院了，我拔完牙了，朋友们，这一次创口比较小，所以我现在感觉良好。